干了啊、有什么快乐呀啊、所以接下去说大众当勤精进，如旧投燃啊、应当要努力精进修行，好像这个火呀已经烧到头上来了，烧到这个迷茫来了，已经有生命危险了。但念无常，身无防疫，要想到这个无常，无常显速很快就来，又不要放荡总意，努力进修才好啊。天天都在念，可是念心不在然。世俗有这么一句话，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，现在弄成老和尚也差不多了，那不糟透了吗？哦，小和尚念经嘛，他莫名其妙的有口无心，那还可以原谅，小孩子嘛他不懂啊，哇啦哇啦念过去算了。可是老和尚念经也在无有口无心，那不完了吗？所以我们现在要懂得这个道理哦，天天在念，念的目标在哪里？警策，警策啊。为什么会无常啊？啊，这个警策必定要懂的。假如你不懂得这个道理，不晓得时时提高这个修行的这个不放逸的心啊，努力进修，浪费光阴，一天一天念过去就算了，马马虎虎啊。等到真正无常来了，嘿，那没办法对付他了，怎么办啊？啊，等到那个时候才想到，太迟了，来不及了。莲池大师，明朝末的四大师之一，莲池大师，他在这个《祖上随笔》里面有这么一篇。他说古代有人呐、这个真有修行的人，每天到了傍晚看到太阳下山呐、他就在掉眼泪，今天又这么过去啦，不晓得明天的功夫如何，今天又这么过去啦，这就所谓时日已过，他真正的心里想到这个问题啊。他说我们现在没有这样做，也没有这样动这个念头，但是莲池大师说，我等到天亮啊，一爬起来我就想到昨天又这样过去了，今天又睡醒来了，不晓得昨天没有功夫，今天的功夫如何啊。古代的高僧大德祖师们都会有这种的观念，可是我们呢想起来真够惭愧了啊、这个观念啊偶然或者是会升起了一两次，过了又忘掉了啊、所以这个道心道念都提不起来，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、宋朝有一位宰相问一位禅师，他说古人有很多啊修行都有大开大悟大成就的啊、那么现在修行的人也很多，为什么这种情况很少见啊？也就是说大开大悟了生死来去自由的比较少见了，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呀？这个禅师就答复说，他说古之人念念在道上，念念在生死啊、活得不悟，哪有不开悟之理呀？今之人念念在名利，念念都在名利上下功夫，一点生死念头都没有，一点无常的念头都没有，何从而悟啊？怎么能够开悟啊？啊，一天到晚都在名利上打滚，哼，悟的就是名利而已，哪里能够悟到佛法呀？古人念念不忘佛法，所以他能开悟。啊，这问题就是我们现在的人在佛法呀，他并不是真正在佛法上下功夫啊，都另外有一种副作用在了，那么问题就严重起来了。那么我们明白这个六道轮回生死的道理，应当要时时警策自己啊，鞭策自己，好好下功夫修行，这样才对的啊。下面一句总结就是：劫归苦地，此时藏教实有苦地，这就是劫归苦地。总结把上面的文字通通归于苦地的道理，所以总结这一句。此指上文，就是藏教里面所说的这个苦地。苦地为什么叫做实有啊？因为藏教的更新呢、都看世间法都是还是实在有的，认为都是实有啊、所以他认为一切都是有生有灭，都是实在的，所以叫做实有。藏教的根性看一切法都是有生有灭，都是认为实实在在，
啊，他的法旨完全存在吗？而且我之也还没全破啊，所以叫做时有苦地，他这个功夫做成就，顶多破我之，法旨还不能破，所以对法他执着时有，所以称为时有苦地。时有苦地就是生灭苦地，就是生灭四地当中的生灭苦地。到这里为止，苦地说完了，下面是讲第二几地。下面几地是重要的啦，不能像上面讲苦地这样讲了。讲苦地是先说苦果，三界六道轮回的苦果先说明，下面是说明苦因，几地就是苦因啊。为什么会有三界六道轮回之苦？因为有几呀，所以声闻人自苦断集，目灭修道。上面已经自苦了，知道轮回上是苦了，现在要断集，把烦恼断掉才能出苦。所以第二要说明这个极地。极地卯之下第二极地分三科，第一总标明题，第二别是见思，第三结归极地。先说第一总标明题，总以标出这个极地的名目跟它的体相。这里分两科，第一别名是题，第二名义体同。正文二极地者即见思惑，这一句这两句话就是叠名试题，总标名题之下的第一科叠名试题，叠重叠。因为这个极地的名目啊，前面四地已经曾列出这个名目，但是现在正要解释，所以把它重叠提出来，叠出极地之名，显示出极地的题。极地之题是什么呢？就是见思惑啊。极地就是叠名，见思惑就是试题，试出开始这个极地的体相就是见思惑。极召集意，招感的意思，能够招感很多的苦果，因为有这个极地的烦恼业因，会招感到很多的苦果啊。或根业具备了，就能招感生死啊。这个或业苦叫做三道，叫做三道。或就是烦恼，有烦恼就会造业，烦恼就是贪嗔痴等呢，有了贪嗔痴等烦恼就会造业，业一造，业因就成就了，有因必定有感果，那么就会招来苦果，所以就有苦，就是苦报。上面的六道轮回之苦，就是因为由这个烦恼去造业，由烦恼去造业，所以叫做极。极是单指这个烦恼的名题而讲的，就是见思惑，只是惑。现在是直越这个惑题而讲，业前面讲苦的时候已经讲过了。例如修什么因证什么果，修什么因感什么果，那个因就是业啊，感果苦果就是苦，那就是报，惑业苦。那么这里注重在惑啊，惑就是迷惑了啊，注重在惑方面解释，就是讲这个烦恼之体。见思惑就是烦恼的总体总名目啊。见思就是极地之体，极地是什么呢？极地就是见思惑，见思惑就是极地之体。这个烦恼为什么会叫做见惑思惑？见思就是简称啦，应当就是见惑思惑。所谓见惑，
就是见离的时候就能断这个烦恼啊，见离就能断这个惑，所以叫做见惑。这从解离明，从解离明，见离之后就能断这个惑啊，所以叫做见惑。这个见也只是因成假、相续假、相待假这三种假而建立起来的东西，并没有实体，所以可以断。假如是实的就断不了了，因为它没有实体呀，只是因成假、相续假、相待假，由这三假而成立这个见啊、所以这就是越他的当体建立这个名目，叫做见惑。见惑这个道理下面详细解释。见实际上并不是惑，见并不是惑，不是烦恼，但是因为见离的时候这个烦恼就断了啊，见离才能断惑，因此叫做见惑。例如身见、边见等啊，这些见并不是指见是烦恼，而是指这个烦恼体这些见惑的烦恼啊，等到你见离之后就是见到位啊，出国见到就能断这个烦恼，这见离之时就能断，所以叫做见惑。思就是思惑啊，思惑要进一步入修道位，修正以后才能断，所以叫做重虑圆真。见到之后进一步重复再去圆虑，虑思虑的虑，重复去圆虑这个诸法的真性真体，圆这个空意啊，重虑圆真啊，虑就是思虑啊，见到已经观这个真谛离啊，已发无漏的智慧，再进一步重复再观再修观，继续修观断思惑啊，所以叫做重虑圆真啊，真就是指真谛离。那么从虑圆真修行就能够断除这个思惑啊，思就是思维啊，努力进修去思维能断除这个烦恼，所以也叫做思惑啊。那么这个思惑呀，也越修行家就是思维圆力修观才能断这个烦恼，所以叫做思惑。见思惑如果越五层境界来说，见惑从法尘起，能障真离，所以叫做离障。思惑是从五层起的，色身相位处，它能够牵动众生在三界六道轮回生死，这属于四相上的障碍，叫做四障。见惑是离障，思惑是四障啊、嗯，所以叫做思惑。这只是越欲界烦恼啊，越多分而说。如果详细的讲啊，这个道理很多。下面是第二，名义体同，名不同，而这个体是相同的，同样是见思，但是它有好多这个不同的名相啊、也把它列出来一一说明。接下去有三行的文字，就是名义体同的文字。又云见修，又云四住，又云染物无知，又云取向惑，又云知莫无明，又云通惑，又云界内惑。这只是列出这个七种的别名啊，虽名不同，但见思而，这就是名义体同。名是不同的，同一个体，好像一个人有七个名字，好像一个人有七个名字。这个见思或的体呀、啊、相同，而他有这些假名啊、那么这些名啊，现在就把它一一啊做个说明。第一，又云见思。见修，这个见思惑也叫做见修惑，见惑相同，
不必再讲，跟前面讲的一样，思惑也叫做修惑，因为要修行才能断啊。这个思惑三界啊，三界的思惑九九八十一品啊，这个八十一品思惑呀，必定要修行才能断，不修行没有办法断啊，所以叫做修惑，因此叫做渐修啊。第二个名目，又缘四住，也叫做四住烦恼。四住烦恼啊，就是把这个见合并为一个，思惑分开来为三个，就是见一切住地、欲爱住地、色爱住地、无色爱住地，这个叫做四住啊。那么这个四住以下呀，留下次讲了。这些名相都是我们学佛的入门的普通常识啊，不要怕难，这些名相需要懂的啊，那么必定要比较详细的一点的解释啊。那么今天是只讲到这个名义体同当中的第一渐修，又缘渐修讲完了，又缘四住，四住以下呀留下次讲啊。小果淮海教育基金会感恩各界护法大德及善士们的爱心护持，温暖每一个受帮助的家庭及儿童。为了回馈社会，关怀弱势族群，海涛法师慈悲置业自2008年承接淮海教育基金会以来，即积极地协助青海学生弃养学童、中辍生就学、生活及品德教育，并且不间断地从事监狱教化、济贫发放、急难救助、老弱病苦、单亲家庭、新住民和原住民家庭之关怀，以及协助未婚妈妈及未婚子女的安置等，以圆满老安少怀，并发挥佛陀无缘大慈、同体大悲的精神，让社会上的弱势者也都能感受到人间处处充满慈爱与温馨。淮海教育基金会呼吁大家共同来关心社会上的弱势族群，累积福慧资粮，并祝福所有的家庭以及孩童都能在佛陀及正法的护佑下身心健康、平安吉祥。护持淮海基金会发扬佛陀大慈爱，援助弱势众族群，同离忧患常安乐。护持账号5005-98245005-9824，户名淮海教育基金会。
新逢准提菩萨圣诞，举办八关斋戒法会暨修持准提法门。佛为悯念未来诸众生的缘故，宣说过去七句之准提如来等佛母准提陀罗尼，若有四众受持此咒，满90万遍无量劫来五无间等一切诸罪，悉皆灭除无余，所在生处皆得直遇诸佛，所有字句随意充足，速得成就无上菩提。修持准提法，蒙诸佛庇佑，光明广遍照，灭罪增福慧。恭请湛江法师、湛同法师共同主法，日期4月27日星期二上午8点半开始，下午2点念佛共修暨准提法修持，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，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2段20号，电话03989-9319，03989-9319，03989-8686，03989-8686。敬请与会菩萨做好防护措施，并保持社交距离。现场备有免费消灾超荐牌位，供大众填写。Shakya Muni Baba
孩子的心灵宛若洁白的画布，如常接触不良的电视和电玩，就像涂抹灰黑暗淡的色彩，容易迷惑他们的心和眼。请鼓励孩子收看生命电视台，让最慈悲的开示，让大智慧的法语，让具教化的节目